等一下，这个戒指不是应该在我手上吗？怎么？你怎么知道？你有意识对不对？其实我是偷偷给你戴上的，后来又觉得不太正式，又怕你睡觉时手肿，所以我就摘下来了，想着等你醒了以后，我再亲自给你戴上。哎，这不是你解咒时用过的戒指吗？我可不敢戴。试试。那如果戴上，就这辈子都不能摘下来，你敢吗？一辈子都不摘。